绝对是有非常殊胜的一个意愿。那候选人首先呢，要先问问大家一句一个问题，请问各位前线，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来坐在这个地方？关心道路。为了谁？众生众生，兄弟姐妹。为了自己哦。兄弟，如果为了自己，你今天可以出去修管道，我们不用坐下来开会，不用坐下来讨论。我们今天来到人世间哦，当然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的成就了，那但是应该有更大的部分是我们要来度化众生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坐下来好好的讨论，好好的去研究我们的接下来的开创道路的路应该怎么去走。那一开始呢，浩雪先跟大家报告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们都说我们是白羊弟子，我去写一下白羊弟子。好，那白羊弟子呢，我们是谁的眷属？弥勒祖师，弥勒眷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修行的法门是什么法门？慈悲，慈悲思想。弥勒法门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各位浅浅，修行有分法门，刚刚在那哦，比如说修天主教或基督教，就是耶稣法门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在天主教、基督教以后归通之后，会去到哪里？会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不会。不会吧？天堂。会来到我们的弥勒净土吗？没有。不会吗？阿爸他们会去哪里？天国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们会去天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们修的叫耶稣法门，天主教法门。哦，那每一个法门都有每一个法门的门槛。条件，你今天要进入到那样子的一个世界，你就必须符合它的条件跟规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哈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佛教呢，柯先生，佛教修的是什么法门？释迦牟尼佛的法门，是吗？是的哈。那这个佛教的人，他们都要往生哪一个地方？好，那这个又是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问题。或许呢，因为最近很有机会哦，去研读一些佛经啊，哦，那把一些以前在道场学习到、听到，跟现在研读到的一些差异性哦，跟各位先提出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OK， 我们都说我们是佛教主修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法，那他们要往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主神是哪一位吗？教主是。有些探讨过是主神啊。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叫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嘛。那弥陀净土的主神是哪一位？阿弥陀佛。是释迦牟尼佛吗？不是。哦，是阿弥陀佛哎。对啊，所以佛教徒他们往生的地方，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世界。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。那所以啊，我们在修行的法门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我们就要去修行，修什么？修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跟门。OK， 所以有一天或许在网络上在看那个净空法师的讲座，因为净空法师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讲座。然后呢，就有弟子问他说：“请问老师傅，修这个，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需不需要吃素食？吃肉可不可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？”好，各位先生，来，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，想一下这个问题，你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讲，你吃肉该怎去？要不能分。讲一定爱吃素食。要。想一下。好，
每个人都有一票，没有举手的候选抓到，要请他出来前面唱歌。你觉得可以的，请举手。不可以。就是假吧，买单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刚刚会使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来来，各浅浅来，我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看一下你们后面谁举手，谁没举手。寥寥无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请放下。你觉得不行？你假吧，一摇起没让登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浅浅举手。哦。哦，来一个转头看一下各位，很多很多，坐起来对不？好，请放下。那候选人可以提出来跟各位姐姐报告，这个就是各位姐姐我们没有去深入经典去研究的原因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用吃素食，因为经典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要讲受刑，没有。净空法师也是这么说，哎呀，所以他们佛教徒应该一定爱假受心佛啊，他们只教他们的信徒做一件事情，哪一件事？叫一心念佛，信念，就是时时刻刻都两难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到你归空的那一刹那，你还是一心念佛，那你就会被接往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我假受洗干净，我要听。好，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来身为白羊弟子、弥勒眷属？那或许再反过来问另外一个问题，请问如果我们修弥勒法门，没有在内住组里面，好，我们都修弥勒法门，对不对？修弥勒法门不吃素。可以回到弥勒净土吗？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好，一样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举手表决一下，我可以表决一下。想好了哦。好，你刚刚吃肉也可以回到弥勒净土的前前，请举手。吃肉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哦、好，很好，请放下。你刚刚没有吃素，就不能回到弥勒净土前前去。哦，很多好，请放下。好，那正确答案，正确答案，这个应该会有一些模棱两可，因为大家可能会把弥勒净土做一些，或许还是要解释清楚的哈、哦。这个佛说呢，这个有三界二十八重天。还是要有一些基本观念，让浅浅了解一下哈。三界二十八天 ，OK。那我们的弥勒净土在哪里？这是佛教界公认的哦，不是我们佛堂自己创造的。三界呢，叫做欲界、欲界有六品，然后呢，色界。五色界，五色界有四天，四天，这边是十八天，二十八重天。我们的弥勒净土在欲界的第四天，接收站。好，好，这个让浅浅稍微了解一下。那这个欲界第四天呢，它很有趣哦，所有的天都只有。一个大场所，但是呢，在欲界的第四天，一个地方叫兜率陀天。它有分内院跟外院。好，各位先生，你搞听懂吗？内院跟外院，就是我们清口之后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内院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没有清口的浅显呢，叫外院。那整个兜率陀天，我们都称它叫弥陀净土。不管内院还是外院，所以刚刚有浅显举手，我有假受心，可不可以回到弥陀？可不可以回到弥勒净土？可以，才外院。外院啊。那在弥勒上生经，他就讲得很清楚，你要回到
这个多帅陀天哈、弥勒净土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看到弥勒佛的法相，你只要心生欢喜，恭敬礼拜，安尼就得让去了，够多简单。有了哈、因为弥勒法门就是佛门大大开，有缘快快来。但是在佛教的这个修行法门，干起来呢？怎么讲？因为佛有三不度，我们都常常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常常都有听到这个法。佛有三不度，来，我们各位浅浅复习一下，什么不度？无缘无缘者无缘的无多，无信愿者无愿力的人无多。第三个，无信信者不度。OK， 所以是佛有三不度。但是或许要问各位浅浅哦，佛有三不度可不可以用到弥勒法门来用？我们浅显常常会拿佛有三不度来当成度不到人的借口，对不对？啊，伊无缘呐，啊，伊无信呐，啊，伊无愿力呐，卖阿多，卖阿多，卖阿多。但是佛有三不度，可不可以应用在白羊法？可未使？未使。你告诉我，各位浅显，你有没有那个亲朋好友哦？你度他十年？你还没有放弃要度他的，有没有？有吗？那你有他无缘吗？他无怨吗？他不信吗？你还是很努力度他、好，那像候选举个例子，不好意思，像我们徐坛主好了，徐坛主当初也不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听故事都讲，哎，我可怜啊，嘿，我啦都没有嘛。可是真的不信吗？没有。对，所以佛有三不度。不能用在白羊弟子的修行方面，别善、我们还是要去度化众生，我们要努力的去度他们。所以啊，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修弥勒法门一定要吃素食才能进入到内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弥勒净土的主神是谁？弥勒菩萨、弥勒祖师、弥勒佛吗？那所以我们以后要进入到弥勒佛这样的世界，你就要符合他的条件跟门槛。所以这是想让大家一点来讲受洗的一个原因。所以先让同学啊，不是，先让各位浅显了解一下。今天我们来坐在这个地方，我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？那你要往生这样的一个世界，你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？第一个条件就是亲口吃素食，因为亲口吃素食，至少就可以进入到内院。那我们是不是都有常在佛堂听过一句话，叫一世修一世成？刚请教一世修一世成，或许要跟各位前辈报告。这个成哦，要看咱安那去定义的。比如讲，你一世修一世成佛，或许会觉得不对，因为成佛的境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，那个太难了。但是如果你说一世修一世成就啊，那或许就可以。那为什么要成就？因为只要你有资格进入到内院，其实你就有果位了。但是那个果位哦，可能是比如讲啊。礼节班的办事人员啊，安尼够有位，也是有啊，因为至少伊是办事人员，也是经典班的班长，这嘛是拢有嘛吼，所以只要你有机会进入到内院，其实你就具备一定的果位。那当然啦、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这么小小的一个位阶嘛，我们要不断的往上爬，往上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努力的用团队去开创道路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开这个干部培训班，我们一定要让各位浅浅用团队的力量一起来办到，因为候选常常觉得这个个人的时代，就是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什么叫英雄的是单打独斗了，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在这个时代，单打独斗没什么力量。不管是公司也好，
好，不管是企业界也好，不管是任何团体也好，你如果没有团队，你很难做事情，你一个人不要那做很久，所以一定要透过团队的力量，一起去讨论，一起去共办，哦，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，才会有成就。OK，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淮阳弟子修弥勒法门，那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事？就像后雪刚刚问各位前贤大德的，你坐在这个地方到底为了自己吗？还是为了众生？兄弟姐妹啊，为了众生啊。所以后雪呢，把它做另外一个定位，白羊弟子行的叫菩萨道。感谢何先生，是，咱现在行的刚才叫菩萨道，是的哈。如果我们今天修行的叫罗汉道，需不需要出来度化众生？需不需要？不，应该就不太需要了哈。你罗汉修自己嘛，对呀，不太需要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只修自己吗？不对吧？我们也要度化众生，所以要菩萨道。好，那各位贤贤，有一次哈，我的学生哈就多嘴耶，我的学生就多嘴耶，一打后选说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好，我问，他说老师，菩萨见面都在聊什么？各位贤贤，菩萨跟菩萨见面，他们在聊什么？想一下。后雪一开始是跟他说：“哇塞，我又不是菩萨，我怎么知道菩萨见面在聊些什么东西？”后来后雪在经典上怎么答案？菩萨见面在聊什么？救度众生。我们来有读册的副处长，菩萨见面。后雪猜想是在聊他们度化众生的心的。哇！掌声鼓励！对，没有错。菩萨见面就来聊办道的方法，办道的方向，办道的业绩。业绩啊，讲业绩，可能大家较听有啦，但是刚刚较奇怪，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。有一次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去东海讲经说法。回来之后呢，普贤菩萨就问了他这样一句话：“哎呀，文殊啊，你去东海那边讲经说法，那边的众生好度吗？那边的众生状况好吗？你去那边度了多少人？”菩萨见面，这些人开讲，这些人共振。那各位浅浅，我们今天叫做菩萨道，菩萨行。那我们彼此见面，各位先生，我们私底下干部之间见面，除了聊是不是是非，除了聊私事之外，呵呵，不要说是非，私事之外，你都会聊什么？尤其是我们的点传师之间，他们都在聊什么？道务成绩。对啊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如果当今天我们点传师等下要念念，咱赢做今年爱到200哦。你那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？一定会很有压力。那会不会想说，哦，点人是很奇怪呢？为什么每次都要定目标啊？随缘度化就好了，干嘛一定要定目标？干嘛那想？然后我觉得你在做诚实，觉得你在做诚实。然后，为什么？各位浅浅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前人要帮我们定到目标？为什么点禅师要帮我们定道目标？为什么？我们回归一下哦，有没有哪一间比较有规模的公司没有在定营运目标的？干部，你有没有曾经看过哪一间公司打野王干高怕欠菜的，我探几个很能抠买菜？干部，无嘛？大家在定目标，我第一季赚了
300万，你第二季呢要比300万再多一点点，对不起，是啦，啊，第三季要再更多一点，所以这个是目标。嗯，是啊，那我们是菩萨道，菩萨道呢，所以要不要定目标？嗯，要啊，哦，要定目标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先把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先改变，不然或许以前哈，哦，比较小的时候，常常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前辈者，不是常常，偶尔听到一些前辈者会讲说，啊，板德板刚刚在这不想了解的，有听过这一种话的，诚实哦，先说你家，有听过这种话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请放下，大家都有听到。那我们在讲这一句话的同时，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抱怨的心态、埋怨的心态？嗯，是啦吼，是啦吼，因为候选嘛是安尼，吼，就安尼对啊。但是呢，慢慢的去了解修行的意义之后，或许才会发现，哎，这一切真的是天恩师的，都是前辈者为了让我们在修行的这一条路更正确、更稳固，所以定下来的方向跟目标。所以度人有目标，干点对了。对。啊，但是嘛，袂当定伤济啦，都。不，你比如讲，一样百个，每年你要到500个，我爱想这样子。哦，这样的大目标是天太广泛就没事，太大了哦。啊，所以我们每年的大目标其实很简单，或许跟各位前天分享怎么去定大目标。哦，那个夏颖，我问一下夏颖去年定度几个？200，大家掌声一下，好，那我想要教各个团队怎么去定目标哦。去年定204嘛哦，今年给一成就好。所以204乘以0.1，乘以1.1是224，所以给你的目标就是224。安尼该晓定，哦，你别讲200就跳300，跳500，安尼袂使。啊，比如说，如果以各小组来，不要以一个领域的哦，以各小组来分。比如说我们第一周，哦，我们疫情的第一周，我们去年度了20个，好，几张呗？那我再乘以1.1，20乘以22个，哎，22个，给两个尔，来够不困难？没。可是先给两个尔，够不困难？没啦吼。会啦，啊，一单拢加一声，一单加一声，安尼，敢会使？会使啦吼，用电脑直接讲会使，电脑是。啊，咱先先来讲会使啦，不要咱电脑会使呢。系啊，我电脑是会使，电脑是你家己去拼。啊，电脑是家己去拼吼。因果关系，后来还是觉得吼，我们修行离不开因果。这些重要观念，先跟各位先确认一下。修行离不开因果，所以点传是一秒，功德谁的？我们有功德吗？那你没有功德，以后你怎么回天教子？各位先生，你没有天上无功德神，你无功无德，未来如何回天教子啊？对吧？所以今天哦，人家你那个拜托你去做两三件代志，哦，佛堂的事情啊，哦，那会不会有浅浅说，买啊，卖催我，大家拢催我，赶紧催吧，会不会有这样的偶尔啊？偶尔不要说常，偶尔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？会啊，最好不要找我，都去找别人。啊，但是呢，各位浅浅这样的人，然后就觉得。很笨，就跟我们讲啦，因为哈，人家好不容易把可以行功了愿，我们学界常常讲一句话很好，叫做赚天币，那人世间就探几嘛哦，赚钱啊，我们在佛堂赚的是什么？功德啦，我们都说功德福德，我们学界都说那个天币。
上班的钱。啊，人家好不容易把这个工作交给你，亚林，你打这件代志做好哦，你就可以获得十万块。请问亚林，你敢不敢讲？会啦吼、哦，一定会啊！我这件代志做了，我就有十万块，可以我奈无来，搁浅显做生意的，还是赚钱的，感情拢安尼。哦，你在外面的公司也是一样嘛，人家好不容易拿了一个工程，对吧？嘿，你麻烦你帮我做这个工会，啊，做了你有十万块的利息。浅显，你会拒绝的，浅显请举手。好啦，好啦吼、哦，啊，我们把它回归到佛堂里面来。陈显，我想咱大家拢有名人啊，吼，地名阿姨，地名阿姨，你去做佛堂的这一件，你去度三个人，度完之后呢，你会有十万块的天币，你要不要去度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的陈显都会工厂，不要啊，不要，不要找我啦，拿去找别人了，那就代表他不要赚这十万块，他把这十万块的机会送给谁？送给别人，所以大多嘛是吼，点燃师讲要嘛，所以点燃师去泡两两去走，那是点燃师的，叫他告管的，我怎么管？哦，所以修行吼、哦，如果把因果这两件事把它看清楚、想清楚了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你要做，什么是你不要做。可以了、哦、好，那如果有这些基本观念之后呢，接下来或许来带大家念一段文字、哦、就是我们的先佛的圣训，或许找一下哦。我要带大家念的是这个。哦，好，来，我来念这一段。嗯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活佛世尊的此训啊。好，预备，一起念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修道修心，我们办道尽心，我们不与人比短论长，我们不与人争强斗胜，我们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，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，任人践踏与毁谤，我们要低下头，我们要理直气壮，我们虚身自如，我们道念坚强，我们不白牺牲，我们不白来人世，我们不白过时光，虽一人仅系多少苍生性命，看重自己，不要彷徨，要受不受？不要，不要受自己，树立自己一条正确的标准，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悲之光，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浩荡，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汪洋，
让千万人的九贤七祖一起沾光。这个或许觉得呢，我们弥勒弟子的修行的法门，在这一篇圣训全部都交代清楚了。真的，你把这一篇圣训把它看清楚、想清楚，并且去实践它，未来哦，成就无虞，一定会。为什么？各位浅显，或许用红色的字把它标注起来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坐在这个地方？因为我们的缘分、使命、责任，就是那个一人。各位浅显，刚才啊，你谨记了多少苍生性命？刚才。你在度化当中，你知道你这辈子可以度化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你可以成就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你这个人在道场有多重要吗？各位先生，很重要的，不是在道场而已，是在上天。跟我们跟上天众生跟上天之间的一座桥梁，对吧？一座桥梁。众生没有我们，他有机会成就。所以仙佛圣训有一句话讲得更好，他说：“众生因你而得救。”先干掉。众生因你而得救了，因为你去度化他走入道场修办道。或许还是那一句话，众生，我们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度他来求道就结束了。浅显，我们要这样的认知啊，不是求得了的任务完成了就结束了，干掉。对了。如果只是求道而已，我们为什么会是那一座桥梁？你又没有好好引导他走向修行路，没有好好引导他走入道场修办道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度他来求道而已，我们要度他走入道场修办道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西方世界的一座桥梁。所以各位先生，你有很重要吗？有啦，因为众生因你而得救啊。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你因众生而成就。各位先生，你不去度化众生你会成就吗？没有。还是思考那一句话，你不去度化众生你会成就吗？所以渡人是你们的事情吗？我们道场有很多前辈都说啊，我吃老了啦，啊，我也渡无人啊，我不知道要去哪渡啦，你去渡啦，你去渡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刚才咱阿的一句话，啊，你上好卖摕钱来，我赚，我去有别人赚，我去有别人赚，哦，别人赚就好啦，我来找我，安尼你哪有功德？你哪会成就？所以渡人是别人的事吗？不是，渡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。所以众生因你而得救，你因众生而成就。好，这是每一个人的使命跟责任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其实一开始就点出来了，修白羊法门就是这两部位了。弥勒法门就这两句话，叫做什么？修道、修心、办道、尽心。所以，或许他常常这样去体会啊。请问，在清扬起的时候，需不需要办道？有没有道可以办？也没有了。
所以白羊啊，青羊期的修行法门就是修道，甘是，所以躲在深山里面苦修嘛，炼丹嘛，对啊，所以修自己。啊，红羊期嘞，红羊期修道修心，所以通通都是透过修道，想自己修好以后成就，有没有道可以办？其实也有在度化众生的，只是方式不太一样。可是也没有普度吧，没有道可以办。哦，没有普度。那各位贤贤，或许要跟各位提出来报告：如果你修得好，如果你修得好，其实你早在青羊期跟红羊期就成就了。嗯。恭喜。嗯。是啦，哦，各位贤贤，点头如捣蒜。是啦。如果我修得好，我早就在青羊期、红羊期就成就了。啊，不是说修得不好，而是各位浅浅，我们有这样的缘分，今天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白羊期。那白羊期要做的事情，绝对不只是修道而已。在白羊期哦，爱做两件摊会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叫修道修心，任何一个时期你不修，你不修自己都成就不了，你不修自己都成就不了，不管在青羊期、红羊期、白羊期，都赶快，你无修自己，都无法度成就，都没有办法成就。但是在白羊期很特殊的一个月，很特殊，因为三朝五度，所以我们要加上后面那一件事叫半道进行，所以弥勒法门哈，这两件事都要做。你只做其中一个，可以吗？不行。仙佛也跟我们说，说什么？只修道不办道，后面什么？好好学，让浅浅教你。觉得这一句名言哦，大家真的要把它记起来。只修道不办道，难成道的地会怎样？难成道，难成道的地。仙佛早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，难成道的地。所以各位浅浅，渡人是谁的事情？自己，是别人的事情吗？如果你要成道，你就必须得渡人啊。如果你要成道，你就必须得渡人，因为弥勒法门，你要进入到那样的地方，你就必须符合它的门槛跟条件。你符合不了，你也很难进去，因为难成道，可以了哈。所以以后哦，前人说爱想要渡己人，一心要渡己人，人都要渡己人，敢可以让爱，敢可以让爱，别再爱啦哈，因为这是咱的责任跟使命。啊，当然尽力完成啊，如果没有办法达到，我们是想办法去达到啊，但是别当爱。啊，我们的经理，我们的点团师回来跟我们的领任说：“你阿里妈，你这苦爱鬼耶，该当爱，没当爱，只能尽力的去完成，不能有抱怨，真的。”那领任跟各组长说：“啊，昨天哦，咱这苦哦，分了200个呢，啊，咱有五组，啊，无一组分几个？60个好了。”照63啊，没拿40的，4520哈，一组40的好，组长敢会当爱？啊，组长敢会当爱？昨天我拢无咧圆啊。本来我今仔家己心内即摆咧挣扎，因为讲出来一定爱做到啊，所以敢讲啊，我今心里面有一个底，哦，有一个底就好，不能。不能抱怨。那组长呢？约办事人员过来讲啊，咱这组今年要多40个呢，
办事人员敢会当爱，其实拢袂使，因为修自己。你不修自己，你就很难成就。OK， 那后面呢还有一句话，要止道不修。那就磨断乎，慢慢就办到，办了办了就办，啊。不修道入魔道，只办道不修道会怎样？会入魔道。入魔道。哦。或许当初在看后面这一句的时候，怎么看都看不懂。那我就给他丢。那我就给他丢了。我当办道了修道啊，道场就这样，我们呢？好，感谢。不要单得掉啦，很多修行团队你都会呢。哎，阿道这样丢，我只办道不修道，我会入魔道。或许当初哦一直想不通，啊后来当后学也是在经典上找到答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办道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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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度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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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自己的习性毛病都不愿意改。会怎样？会怎样？会入魔道，魔道叫阿修罗道。六道里面有一个叫阿修罗道。各位浅显，阿修罗是啥？阿修罗是啥？这是奉母命来考道嘛，科德嘛，阿德行。啊、各位浅显，因为很多浅显有听过或者讲过这样的，什么样的果报会变成阿修罗、啊、你做什么事以后的果报会变成阿修罗、啊、我们一坤老师有答案哦，来，没关系，讲一讲。只办到不修，只办到就在答案他。没有，我想要讲的是，他在人世间、哦、做了什么事情。做了什么事情？然后呢？那个以后的果报变阿修罗？嫉妒啦，争功德啦，欺压道亲啦。哦，都有，嗔恨心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或许讲一句，他或许把融会贯通，有感觉艺术，要跟先分享。好可怕！你看简单，就是修行人哦，脾气毛病很大的修行人，以后就有可能。到那个地方去，对吗？我们去中观呢，阿修罗在三善道，对不对？三善道，所以你不是修行人，你也没有机会变成阿修罗。你不是修行人啊，你嘛无机会变成阿修罗。啊，就是因为你是修行人，然后呢，你又有嗔，你嗔恨心很重。脾气毛病很大，然后呢，伤了很多的道亲，这样的人以后就会变成。所以各位浅浅，道亲彼此之间爱夹一支刀仔在遐抬来抬去，啊，伊刀仔就是只刀仔，迄支刀仔是啥？你的嘴啦，各位浅浅。嫉妒心啊。嘴巴啦。嗔恨心。对啦。嘴巴最容易伤到别人嘛，刀子口嘛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彼此之间，你若是一个修行团队，到有迄彼此之间袂合的，佮浅浅道场之间，到有迄上交上袂合的，到有无哦？这样可以？应该无啦，但是有。哦，应该爱无啦，但是有啦。啊，有的人吼，佮浅浅，你得爱去甲苦口。心去讲给伊听，开化而已啦。在修行的还在搞对立，在修行的还在互相批评，他真的是修行人吗？嗯，对吧？嗯，应该安尼理路是对的吧？嗯，来道场在要修行啊，叫你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要不断的去造口业，不断去批评别人，不断的搞对立，不断的去怎么样？对吗？不对吗？
啊，当然咱拢无啦，各位先生，在座先生拢无。啊，有诶吼，趁这个机会，等下去跟对方握个手，你咧？没事没事，化解一下，你就好啊。你讲，好啦吼。所以等下看走咧阿舅诶时候，阿伯我想要讲诶，对啦吼，就是趁这个机会把它化解掉。修行还在计较这些啊？如果我们知道有谁是这样，他今天没有机会、没有缘分、没有福报，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听这些话，回去哦，好好分析给他听，好好跟他分享，修行的不可以这样，因为因果关系一定会存在，你造下的恶因，以后你还是必须得承受。嗯，感谢。好，所以候选人最后呢，要跟各位先生分享，第一堂候选人跟大家建立一些我们今天来修行 的正确观念跟重要观念。好，那候选人重点整理一下，白羊弟子行的叫菩萨道，他的门槛就是两件事，叫修道、修行、办道、进行，这两样哦。缺一不可，缺一不可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告出过去旅游过的经验，比如说今天我要到日本去，请问你要到日本去，你要准备什么东西？日币啊，护照，要随身要签证，行李等等。好，那后面各位先生。请问这一些什么东西越多越好？纸币越多越好，钱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主要是很实际啊，钱越多越好，功德。OK， 好，把这样的观念把它带回来我们佛堂，带回来佛堂。各位浅显，台币可不可以在日本用？要换。要换嘛？可是你带着台币，可不可以到日本直接去买东西？可以。不行啊。那各位先生带回来佛堂，你在人间赚的这些钱，以后可不可以带回去天上用？不行啊，对吗？啊，以后你要回到天上，你要不要签证？要啊。那各位先生，你给我签证啊？有啊，求道啊。有求道的有签证啊，哈。三宝。对，《弥勒上生经》也讲到哦，在你求道的那一刻，你就完成了以后要回天的注册了。所以签证都强迫了，啊，护照嘞，各位先生，你的护照里头？全报。护照嘛，有啦，你亲口了嘛，你的护照。啊，你的天币嘞？我们是不是都说求道的时候要缴200块的功德费？敢有？敢有当初求道无缴的，赶紧去补缴一下，因为那200块足重要，是安那？那个叫开户金。你去银行开户，即摆爱偌济钱？100吗？你可能活伫个十年前的年代，即摆1000块啊开户，100块开户，100块开户，1000块。啊，第一间5000块，啊，起条，所以200块起条哦，以后你要交200块。1000块才能在银行开个户头，啊，开个户头之后，以后你存的钱才能。赚的钱才能存进去，那我们求道后的那200块功德费，就是让你在天堂的银行开一个功德存折。所以求道人的200块要不要跟他讲？要。要不要跟他鼓励？要。因为那就是开户金。那开户完之后，请问你要不要去赚钱，把钱存进去？那所以要不要来佛堂行功了愿？还是躲在家看电视，钱会自己跑到你的口袋里面去？这处理啊！啊，各位浅显，那赚钱是一个月赚一道就好，还是每天都要赚钱？啊，你敢有每天赚不？当探天币，你告诉我，当探天币，
啊，那无你的天堂存折，敢会数字越来越多，嘛是会啦。因为一个月赚一道，一礼拜赚一道。啊，好想来天天干，要赚天币太简单嘞。电话举起来敲电话就开始赚钱啊，是了不等，是了了电话钱，但是你就是咧赚天币。啊，但是唔通敲电话去交领人讲八卦嘞啦，唔通讲是非呢。电话举起来啊，领人注意啦，啊，这礼拜有班嘞，你讲不是啦，是领人啦，啊，某边啦，这礼拜有班嘞，咁咧领班。你就开始在赚天币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嗯、那浅浅有没有办法每天赚天币？可以，哇，可以，嘛是无声，可以，可以，看懂没？靠有困难，简单的啦吼，只是可能咱拢会较歹势，嗯，咱拢较歹势，较唔敢，但是吼、为着要赚天币吼，嘛是爱稍微勉强自己。修半道不勉强自己，你没有前进的动力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修半道没有勉强自己，你没有前进的动力。所以唯有勉强自己，你才会赚越多钱。够人足介意赚钱的，台币啦，有啦吼，足介意赚钱。有需要，有人哦，啊，赶快啊，啊，努力赚一下天币。嗯，以天币看一万呢，人世间的钱就是这几十年一张脸。啊，但是人世间的钱够足重要，无啦，要浅浅，你一世人钱无赚够有够哦，你嘛就歹收办的嘞，你变哪养老，对不？你变哪养老？啊，你变哪奉献在道上？对吧？你拿那个，我们都自称自己叫什么贫道，贫德啦，贫德贫德。你拿真的是贫德，你变哪有钱啊？破西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爱那圣凡兼修啦。哦，白天认真赚钱，晚上认真办道，啊，你讲好？好吼，好啊，拍下两块。第一堂课，然后你就先跟大家建立基本的观念。那我们第二堂课就要针对我们的道路的实务去让各位先做一些探讨。那今天后续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哦。下课休息。哦。15分钟。好，没关系。不用。呵呵呵。不用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后面刚超时。呵呵。后来，后来我进来，谢谢了。同德同享。分道一功，哦，谢谢，感恩啊，哦，谢谢，优秀啊。